各位伙伴，大家早上好。非常好。早上好。非常好。OK，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 SD 一波这里分享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manda， 来自怡保。OK， 其实首先我要先感恩系统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做出这个小小的分享。首先，可能我要先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认识卢鑫。其实我是因为通过一套这个 TR 系列而进来的。那在之前的我呢，可能很多女生都会有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肥胖过后呢，就会有这个荷尔蒙失调啊，然后有这个扁头痛啊，肠胃不好的问题啊。但是因为通过 TR 系列过后呢，我的身体状况呢就改善了很多。但是在也当然也加入了 New Skin 全职在这个事业里面嘛。这样对于 Youthman 而言，刚才我们的主讲人也有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对产品的信念呐、啊。那其实卢鑫是一份礼物 ，Youthman 也是一份礼物。当去年九月 Youthman 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家本身呢对 Youthman 带着很大的期待啊。因为对我而言，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健康的机会，更是一个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的一个机会啊。其实这里可能大家有看到这个 testimonial 哈，CCIT 哈 ，OK， 这里其实大家有看到有两张照片，我先从那个嘴巴的，就是其实大家会有看到就是有一个长了凹色的那个发炎的状况的嘴皮嘛。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发热气，然后也会在嘴巴，只要一个紧张，我是那种白头发的，一咬东西咬太紧急啊，我就会咬到自己的嘴巴，然后就会这样子发炎。那一发炎过去呢，它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可以是一两个星期都不好的人，然后就喝水啊什么啊，菊苣啊，其实菊苣那块都帮我的这个修复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了。但是在去年LTO 是九月嘛，九月十月我们都很忙嘛，那时候我就是有出现这个问题哈，然后就这样子的，我就给优酸，我拿到优酸我就马上吃嘛，我相信很多伙伴拿到都马上吃，对不对？那我就一吃了这个优酸过后两天，它竟然好了。其实我的牙周病也因为这样子而改善，所以牙龈那个牙龈也没有出血了。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感恩 Wiseman 好不好？那其实呢，还有一次就是关于那个指甲的，这个指甲的修复能力哦。其实因为之前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就不舒服嘛。那时候就是我每个早上呢，我都要给她准备那个药丸呢，然后还有准备一些营养这样的。就是我一个意外呢，我就不小心把我的指甲给人家讲折到啊，就流血。那那时我很笨哈，我没有拍到照片，所以不能给大家分享。所以下次一定要拍照，好不好？那时候的我只是给他那个血止了，我没有想过这个要涂药膏还是什么。因为那时我很相信 Doctor Joe 有讲过嘛，就是我们的修复能力就是通过预算会改善的。就这样子哈，一下子我想没关系，等下我才拍照或者什么的。隔天其实我连我的那个伤口也没有淤伤，也没有任何的疤痕，甚至哦我的那个指甲是没有断的，它还是好好的。两天过后其实完全看不出就是我有这个受伤过。这个是我对右酸这个感觉，其实我这种小小的意外啊，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效果。如果是一些发生比较严重的受伤的人呢，Youthman 就是他的救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看到另外一张照片，就是这是一个抗氧化指数的一个照片，可能没有看到。为什么吃了 Youthman 的人反而看到那个脸色不是很好，对不对？其实这张照片呢，我是用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可以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长出来。因为当 perfect time 开始的时候，
我的上仙，我的天使，然后所有的这个 perfect time 的工作人员都说要把自己的见证找出来，要系统也有跟我们讲自己的见证很重要，一定要把 use man 的感觉给找出来啊。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不敢去拿我的旧电话出来去找，因为里面太多回忆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见证很重要，我必须以身作则，我必须让我们的团队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我的旧电话，找出我这个照片出来，是可以真正的去给别人知道。其实 Use Man 的 power 不是在于我们现在吃现在有的结果，而是在于在我们没有问题的时候，身体没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保健了。因为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的一段接近两个月的时间，我没有足够的睡眠，因为 LTO 过后我妈妈就开始不舒服，然后尤其在她进院的时候啊，她更是糟糕。那段时间我是24小时没有睡，日夜的照顾她，因为她有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如果没有华猫的产品，我相信我熬不过去。然后当我妈妈的丧事给完成了两天后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去年我们都有发我们的 S3 对不对，这样我们的伙伴呢就有把这个 S3 给拿回来了，给我带领这样子从 KL 带回来。然后那天应该是28、29号，去年的12月。这样，其实他们说每个都要量嘛 ，S 回来了就量一量。其实我是不是很愿意量？因为我知道，我其实我对我自己说，我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的 score 应该是很糟糕啊。但是，就是黄猫的产品就是会说话的，然后黄猫的产品哦。不是在你有问题了你才去试它，而是在我们需要有这个健康的观念，我们养生要及时啊。我是从44000这个 score 哦，然后飙升到这个 platinum zone 的61000，而是那个时间是我人生最糟糕最低落的时候。其实可不可以给 Use Man 一个鼓励的掌声？其实我相信，如果是没有黄猫产品，没有 Use Man 的话，那我不可能有这个 score。而且这还是我一直以来最高的 platinum zone， 我从来没有进过 platinum zone， blue zone 就是我的最高记录了。其实真的是要感恩如心。其实我真的觉得 Use Man 的威力，虽然体态上是有点累啦，但是体内的 ADM 哦。我们这个修复机制啊，我们身上的小医生真的会在做工的，产品真的是在我们身上说话了。其实真的要感恩 Use Man， 黄猫产品不是药。其实我真的要跟线上的伙伴或者现场的伙伴说一声，保健养生要及时，一定要帮我们身边的人、爱的人。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我是阿门道，来自怡宝，谢谢。我觉得再给我们的阿门道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真的，我觉得不是理所当然，每一个伙伴都愿意站出来分享的，对吗？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这些伙伴哦，真的。他们都很愿意很乐意哦。